圣经，我们一同来打开圣经，以赛亚书。圣经在以赛亚书45章。以赛亚书45章第5到6节。来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束腰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。好，圣经就念这一处的圣经。我们接下来呢，来低头祷告，请听福音的朋友们，我们也一起来祷告。我每个人闭上我的眼睛，我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知道在宇宙当中有一位真神的存在，我们的气息、动作、存留，我们都不能够离开你。神啊，我们恳求你今天中午的这个时候向我们每个人说话，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得着我们每个人。因为我们知道坐在这里的听福音的朋友们当中，有一些人还没有接受你做他生命救主的，还有很多人没有真正的认识你是宇宙当中独一无二的真神。我们恳求我们的神亲自来当中帮助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认识你、明白你、经历你。所以说我们把今天中午的工作交在你大能者的手中，因着中午的需要，因着福音的需要，求你怜悯这个你自己的小孩子，使他站在众人面前可以按照你的真理分解组织的道理。所以说求你亲自祷告他，加能力给他，赐给他体力，赐给他聪明的智慧。所以说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是我们所讲的或是和众人所听的同盟一个圣灵的引导，要听的和讲的一同的益处的帮助。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刚才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45章5到6节，这两处的经文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他在这里向他的百姓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。”也就是说，宇宙当中只有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。那用这两节圣经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认识真神。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都已经相信耶稣了？或者是说还有人，或是在犹豫当中，或者说还没有正式来相信的？我想知道一下，你们可不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，可以方便我讲的内容？因为如果你们都是信的，我就不要讲这些东西；如果你们有些还有很多人是没有相信的，我就可以讲的，就说可以跟你们有一些共鸣的东西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我自己讲的也比较好，你们听的也比较好，这种比较好一点。今天的来的题目就是认识真神。在我们人类漫长的历史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民族、每个部落、每个国家的文化、艺术体系当中都有不同的神光色彩。那我们中国人呢，就是说我们用龙来代表，是不是？那印度那一边呢，他们是用凤来代表。日本呢，他们是用珍珠来代表。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一些这个神光的色彩。那这些神光色彩呢，直接来源于人自身的宗教意识，对神明不可理喻的敬畏。就长生呢，就是说很丰富的宗教与神明。这里呢，就表达了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人需要神。那古希腊呢，这个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他说，人需要神，就像小鸟张开口需要神一样的自然。那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呢就对天有特殊的一个表达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都会说苍天有眼，老天爷，还有我们会说某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等等。那这些都是人思想中的一些神论，属于人意识的一部分，不过是表达神的一个观念。
而这个观念并非等于神的本体。人对神的认识就产生了人的信仰。若一个人对他所信的神没有正确的认识，那么他的信仰是否可怀疑呢？我们知道圣经所启示的神是真神，信他的人绝非是你信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神观，糊里糊涂的相信，连自己所信的是谁都不知道，这样子我们就把我们这位真神当成了假拜。因此呢，我们必须对神有个正确的认识，树立正确的神观。那我们也只能透过神的启示才能够认识上帝。我们人怎能够明白这位独一无二的神呢？只有神他向人类启示他自己，透过神的启示树立正确的神观，建立正确的人生方向与价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，对于神的认识不是人里面中所产生出来的系统为蓝本，也不是说深不可测，乃是从神自己启示的这本圣经当中，借着圣灵的引导，以逻辑演绎归纳的方式来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神。那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说认识神的重要，认识这个真神对我们人类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呢？第一是人生首要的知识。在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他就讲到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智慧。就是说认识神的重要是人生首要的一个知识。我们敬畏神，接受他做我们的神，听他的话语，因为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这本圣经当中，连科学家他不能够明白的，他找不到的答案，在这个圣经里面他都可以找到答案。关于我们地球时间方面，科学家所研究的，因为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时间方面缺少一定的时间，他找不到，当时他透过这个圣经，就是这个圣经他找到了这个答案。所以呢，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这个圣经里面。那刚才我们讲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这个开端并不是指一个阶段的开始，而是指首要的原则。敬畏神不仅是正确的思想原则，也是与神建立正确关系的首要条件。知识的极致呢，是能跳出事物狭义和部分的认识，进入到对神的完全体认中，靠着与神亲密关系的建立，得到真正的全面知识。这里我向优质的朋友们做一个见证。那有一个姊妹，她是上海人。那在四月份我跟她认识了之后，我并不了解她。那这几天呢，她的父亲从上海来这里探亲，她跟我分享了很多关于她女儿的事情。她的女儿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，她的女儿呢已经是做记者，她做了三年的记者以后呢，就说她对人生有很大的追求。他说这样子的生活对他并不满足，然后他有很高的知识，很大的学问。他一天在家里，他爸爸跟我说，他一天在家里不是看哲学的书，或者说看历史文学的书，他的房间里面全部是书，他三天三夜可以不睡觉看书，所以他对知识非常的追求。当时追求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这些知识不是真知识。他说这些知识不能够满足他里面的那个空洞，他正在寻找，然后呢他找不到这个答案。后来他就来到了法国，来到了法国留学，留学了一年。本来他是计划两年，但是他学了一年以后，他又觉得人生没有意思，既然学到很多的知识，但是不能够满足他里面的那个空虚，然后他放弃了。他妈妈在中国就很生气，是一个独生女儿，他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子，你两年的时间可以拿到研究的学位，但是你现在又可以就说放弃了。他妈妈很生气，然后他妈妈跟他生气的时候，他就连人都失踪了。他妈妈跟我分享那一段日子，他真的很痛苦。他找不到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呢就得了忧郁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人生很空虚，年纪这么轻，他里面有很高的就说学问，有很深的知识，但是这一切他全部不能够满足他里面的那种空虚，
他就很失望，一年当中他就就说跟他妈妈没有联系。后来呢，就说他碰到了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他就跟他分享，让他去看这本圣经，介绍这本圣经给他看，人生经的答案在这本圣经里面。然后呢，这个女孩子她就去看圣经，慢慢的她就去接受了这个信仰，很感谢主。现在呢，她那天就跟我分享，她说我现在我人生活着很有价值，很有意义。我以前的那一些知识根本不是真知识，虽然可以提升我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，但是不能够提升我里面真正生命的素质。但是现在我找到了答案，她说我不再活在忧郁里面，我现在活着很幸福，很有价值，很有意义。她说我可以为了耶稣，我什么都愿意放弃。所以现在真的看着她愿意为神摆上，她现在也在法国。所以很感谢神，如果你想人生找到答案，只有在这个圣经里面。那么为什么说认识神是人生所要的知识呢？亲爱的肚子的一个朋友们，那加尔文呢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全部的知识就是对神对人的认识。很多时候我们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到底是谁？我在这个地球上，我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到底活着的目的价值在哪里，我们都找不到，是真的很迷茫很迷惑。所以加尔文他说全部的知识就是对神对人的认识，一个认识。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信仰影响了人的思维，那一个人的思维他左右人的抉择，一个人的抉择就产生了人的行动，一个人的行动就养成一个人的习惯，一个人的习惯成为了一个人的个性。像丁子梅的飞的朋友，你们去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子。你的信仰就说影响了你的思维。那对我来说，我为什么来法国？法国是人类的天堂，是淘金的地方，我来这里是追求我的梦想，这个东西就影响了我，是不是？我来到这里我要赚钱，让自己过一个富裕的生活，过一个安逸的生活，是我的儿女们就说让他们过一个幸福的生活，这是我的梦想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抉择就产生了我的一个行动，是不是？我就千方百计来到法国，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到这个法国。所以一个人抉择就产生了人的行动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一个人的行动呢，养成了人的一个习惯，习惯就成为一个人的个性。所以说认识神非常重要，是人生所有的知识。那是人生所有的知识呢，还会产生什么的作用？就是说能重新定位人格。亲爱的丁子梅跟挺飞的朋友们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或者是说在我们的学习的从小学习的一个教育里面，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就说人类是羊毛进化而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观念都说人类是进化而来的，人是从羊毛变化而来的。但是我在初二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这个信仰，在我初三考试的时候，那有一道题目就是说人类是进化来的，那么有人说人类是上帝创造的，刚好我那个那个学校的校长他是信耶稣的，所以然后我的选择就选择了人类是上帝创造的。我知道那个考题如果不这样子的考的话，我会违背我的信仰。但是如果我要这样子去填的话，就是我一定是对老师来讲是错的。但是很奇妙，那个考试那个校长给了我一个对的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也不可以违背他的信仰，所以他给我的那个分数那个是对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都以为人类就是说是动物进化的。那么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加尔文他在死的时候他也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他最后也写了一本书是推翻进化论，但是这本书没有被出版，因为他前一本书已经被出版了嘛，畅销了嘛，后来那本书就没有办法出版，他写出来了推翻进化论但是没有出版。所以呢，就说到现在为止，科学家们呢仍旧找不到人和动物所谓的进化过程的中间环节。其实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呢，
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已经记载得很清楚，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神说我要按着我的样式造男造女。那么我听有个牧师他这样子的分析，他说男人神创造的男人的阳刚之气是神的那一种刚强的一面，而神造女人呢是什么呢？就说是神慈爱的一面。神把自己的慈爱温柔全部就是说透过女人来表现出来。那么神造男人就说男人是阳刚之气，挑起担子，所以神把刚强的那一面放在男人身上，透过男人把神的那个刚强那公义那一方面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人类的男跟女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。人有理性，有人格，有感情，有意志，有道德意识，人还会思想，人有什么样子。那么在灵性上的，那么神心意相通，顺着他的旨意。但是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以后，灵性上与神的交通就断绝了，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的感情就受到污损，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跟神交往。本来神跟人类是，就是说我们就是一条广线的，没有阻碍的跟他连接，我们可以自由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当我们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，就是说我们中间那个跟他沟通的那个东西就是切断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之间的沟通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就是说灵性都受到了污损。其实到今天为止，人按神形象受到的地位是没有变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要重新定位人格的话，我们必须要借着救赎才能够重新成为一个新人，使我的生命得了救赎，重新恢复神当初造我的形象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类越来越诡诈，是不是？人现在越来越贪心，贪得无厌，是不是的？人心里面很凶暴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因为人离开了神，就说跟神断绝了关系，我们就是说没有办法恢复神当初造人的形象。神当初造的时候是良善的，是公义的。那么现在的人活的就是说非常的暴力，那夫妻之间呢也非常的暴力，那人跟人之间呢也非常的贪恋，非常的一个诡诈。在做生意方面上，就是说真的就是说非常的一个奸诈，所以很多人都变成了奸商，是不是？人跟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信任，人跟人之间就说都有一道墙在那里隔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信任。夫妻之间也是一样。再者请问一下，就是夫妻的朋友们，就说你夫妻之间也是不信任的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犯罪堕落以后，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这道墙，人跟人之间就没有办法就说信任。我们如果要恢复神造人当初的那种荣耀形象的话，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的这个人格要重新的定位，重新要找回自己。这样子呢，就说我们才能够恢复神造人当初所拥有的一个形象。还有一方面呢，就是说使人的理性能够归回真途。我们人很会思想，我们会想这个，也会想那，人很会思想。在诗篇119:59怎么说呢？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就转步归想你的法度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思想神的道，就思想神的话语。圣经直接只教导我们做人，圣经教导我们直接做事，圣经直接教导我们来敬畏上帝。这个诗人就说，我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理性，但是我们的理性要归回真理，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这也是我们人生重要的一个人生知识。第二点就是说，是什么知识呢？是人生所要的一个大事，也是很重要。认识神是我们人生的大事。现在天父的朋友们，我非常感谢神，就是说神虽然我的家庭是信耶稣的，信基督教的，但是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来相信他。那在我14岁的时候呢，我认识了一个阿姨，
他就带我去教堂。那我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我背一个男生，他唱歌唱的女高音高八度的人，他唱起来很好，唱女音嘛，一个男生唱女音，我当场就很吸引，我说哇，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？我从来没有听过，为什么基督教的歌曲这么好听？我就是被那首歌曲所吸引，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教堂的一些音乐方面去学习，所以在这个人生当中，我非常的感谢神，让我在年纪那么轻的时候让我认识他。所以如果不认识他，我相信我今天人生根本没有幸福，也根本没有价值。那就说，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，我们婚姻里面也真的不是很幸福。人的爱都是有限量的，人的爱都是有一个条件跟理由的。夫妻之间，丈夫爱我的话，我可以爱他；他如果不爱我，我可以，我同样也是可以爱他，我是不是？人都是用条件来交换，但是耶稣他不是这样子，他用全然的爱来爱我们。所以今天我很感谢神，在我生命当中我认识了这位主，然后他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在我生命当中呢，我是一个非常一个就说很要胜的，就说不管在哪个方面，我就是说我要做的最好，我要做的第一。所以在这样的人生里面，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是非常痛苦，因为你好胜的，你好胜的非常痛苦。所以呢，我很感谢神，他不但就说让我遇见了他，而且他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在我生命当中，我不用这样子好胜，不用甚至去做争做第一，因为人生里面神是我的第一，他可以安排我人生的道路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就接受神会改变你的生命，让你人生活得更有价值、更有意义，人生活得更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当你接受他、认识他、明白他以后，你会经历到这个神真的是用真不活的神，他不是遥不可及、手摸不到、看不见，不是这样子。在你生命当中，你可以亲手摸到他，可以亲身经历他，在你生活里面，你会处处经历到他的同在。那比如说，像我们来到法国，那我们这夫妻两个人来到这里，我们真的是没有帮助，谁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？没有这帮助。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处处经历到神同在的体验，所以真的认识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像我们结婚好几年，不能生孩子，我去看很多医生，医生说你会生，你们两个人会生育的，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生孩子。然后怎么样？我们只有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这很奇妙。所以神给了我两个儿子，就是说很奇妙的，你会在你的生活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。这个信仰不是虚幻的，不是虚假的，是真实的。你可以用手去摸得到，可以用你的眼睛看见，你会看见你站在你面前的人被改变，不是被我们改变，而是被神改变。夫妻也是一样，你想改变对方吗？不可能，除非你自己先被改变。你遇见了神，你被改变了，然后对方会因为你的改变，他也会被改变。真的，这是我亲身的一个经历。所以认识神是人生的首要大事。对，我非常感谢神，让我在生命当中认识了这位更真又活的上帝，让我人生当中有了他，我的人生就找到了价值，活着就有意义，活着不再虚空，不再迷茫，我人生活着有目标，我活着有意义，因为神他是我唯一的目标和价值。我们夫妻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那么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整个家里的核心全部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一家之主，他可以来成就很多的事情。所以这是认识神是我们人生所有的大事。还有呢，认识神是人生所有的目标。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物是有一个目的，他是让人去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松树的全地，并地上所跑的一切昆虫。神本来造人的一个目的是让人去管理生儿育女的，但是人类犯罪以后呢，就没有办法去完成。
人类把神一切有秩序的就变成了失序，一切井井有条的就变成了混乱。所以今天我们怎样讲，就说要回归复呢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，我们才会把那些失序的变成有秩序，才会把那些混乱的重新变成井井有条。认识他是我们人生的目标，我们人生活着才不会在黑暗里面行走，我们才不会在黑暗里面摸索。我们要指定自己的目标，我们要向着目标前进，因为神他是我们的目标，神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方向。还有呢，认识神是我们的人生蒙福，是人生蒙福的一个途径。我不知道听福音的朋友们，你们相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是你的人生带来蒙福，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。我确实经历过，我非常的相信，就说认识神会使我的人生带来蒙福，认识神会使我们的人生带来蒙恩典。为什么这里说呢，就说如果我们接受神做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我们不再活在那个黑暗里面，我们不再活在那个空气里面。当人类始祖犯罪以后呢，一切的罪恶跟咒诅就临到了人类，就说从此呢，人类就有苦难、疾病，是不是有痛苦、有伤心等等，这一切有惧怕都会领到。那当我们认识神以后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以后呢，我们的人生从此就从苦难里面走出来，使我们的生命会带来一个蒙福，那么我们的心灵会得平安。亲爱的朋友，其实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，吃苦、穿苦、干的苦，我觉得这一切并不是很苦，是不是？心灵里面的苦，没有人体谅你们，没有人体会我的心，没有人与我们产生共鸣，那个苦，我觉得是非常的苦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有没有经历过，那我在这里就经历过。当我的父亲他生了病以后，那我的丈夫，我们还没有拿到身份以后，那家里一切都是真的，那段时间我好像真的是过着一个地方的生活，所以外面的苦，这一切对我来讲真的并不是很重要，你就是无关紧要的，而是里面那一个苦，你没有办法讲出来，你讲出来也没有人相信，你没有人体谅，你没有懂得你那一种苦，那一种绝望和伤心，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就说与我们一起分享的。弟兄姊妹，就说当我们真的认识神以后，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我们的身体里面会得到平安。那一种平安，虽然外面会有一些苦难，有一些环境会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有这位神来帮助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盾牌，他是我们的山寨，他是我们拯救的脚。你的里面很平安，这个平安很重要，不是外在的平安。有些人他外面他肉体生了病，但他里面还是很平安的。所以人生这个心灵里面的平安很重要，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，需要认识神。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的话，我们里面是根本没有平安的。说认识神，我们里面会有平安，神会将对应的福气引到我们，使我们人生的道路会通达。在圣经里面呢，他讲到一句话，他说叫我们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只有相信我们的神，我们才会得到这个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的这个福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说我们人类也只要认识神呢，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弟兄姊妹，都是信的。那听福音的朋友们，我们怎样怎样认识上帝？第一点是要上帝要自我启示。如果上帝他不自我启示的话，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认识上帝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，神对摩西说：“摩西，他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是自由拥有。”那么这里呢，是神第一次向人宣示他是永在的神，他是始也是终，他是自由拥有的神。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，我们每个人可以回家去看，慢慢的去看，就讲到神自我的启示。
在这个里面很多，比如说神像亚伯拉罕显现，像雅各显现，像约书亚显现，就是说神借着他的使者向人显示他的身份。所以呢，神是自我启示的。还有我们人真要去认识上帝的，就说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的，神是启示者，我们人呢是受造者，神呢是创造者，又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所以只有人是唯一可以领受启示的受造者，猫和狗不能够领受神的启示，动物没有灵性的，人是有灵性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只有人类，只有人可以，就是说领受神的启示。因为呢，神把本体的影子投射在人的里面当中，所以人知道神是很自然的。其实听福音的朋友们，我们中国人以前也是敬拜这位真神的，跟犹太人所信的神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后来会不一样呢？就是说因为人好像有的这个神看不见摸不着，我们去立一个偶像来代替他，是不是？其实你去电脑上查也可以，你去查中国的历史都可以查到，中国人以前的皇帝他们是祭天的。现在呢，在北京有一个天堂，是不是？那个天堂里面没有任何偶像的东西，也没有任何的东西。他们以前来拜祭这位神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太子嘛，皇帝，然后呢，他们会用一只动物，一只没有长肢的动物，把它杀了，那是血洒在那个祭坛上，用那个血来代替人的罪。他们已经也是这样子做的，所以中国人已经也是拜这位神的，也不是拜这些观音啊，不是拜这些菩萨，不是拜这些的，就是后来慢慢的，人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那个欲望，觉得好像神应该要有某个人看不清楚的偶像放在那里，然后自己就去做了一个偶像，让人去拜。所以呢，只有人才可以受神的启示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在约翰福音第14:9-11说，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就是说我们看见了耶稣，并且看见了神。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这耶稣用他在世上一生将神表明出来。我们看到耶稣他与门徒的关系，耶稣他也要求门徒相信他与上帝的关系。耶稣在世上所写的也可以充分的证明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权柄说话，而是完全遵循上帝的旨意。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道成肉身，他来到世上将上帝完全充分的表明出来。我们要借着耶稣道成肉身的世上来认识上帝，透过他我们来明白我们的神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要圣灵受差派来引导我们认识上帝。其实我们人，我们真的不能够明白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，只有神把这位真理的圣灵差来，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其实我相信我们去信耶稣，不是我们愿意去信，也不是我们能信的，而是神把这位圣灵差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去相信他，是不是？你里面有感动，就是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，是因为你里面有这个感动，你愿意相信他，你才会去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。所以圣灵来了，他要明白我们一切，让我们明白一切真理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所以他要将神的旨意启示我们，帮助我们认识神，这很重要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我们自己要真心的来相信追求。在耶利米书29:13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寻求我，我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在希伯来书呢，11:3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相信神？我相信一方面是神的感受，还有一方面是在于人自己的抉择。标准也讲到一个人的抉择常受一个人的行动，是不是？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你自己去抉择。一个恩典放在你面前，你愿不愿意去选择它，你愿不愿意去得到它，是你自己抉择的事情，是我们个人的选择。
所以亲爱的听朋友们，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相信耶稣基督。我们说不但让我们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也是我们人类的主，他更是人类历史都是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只要我们去明白，去查考圣经，去读圣经，多去学习去了解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这位神是奇妙的神，他是十五变有的神，他也会就说方便的人生，翻转我们人生的一个神。所以我盼望说今天的朋友们，给你的一个挑战，你们去试一下，接受他，再去看看你圣经，去看一下这位神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相信，值不值得我们去接受他。真的今天就是说像我在这里，你们看你就是说一个没有什么口才知识的人，但是你们放眼去看一下，现在我们很多很多的牧师，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有智慧、非常有知识、有文凭的人。他们为什么愿意放他们的工作，就是拿着这个圣经到处去宣讲神的话语？因为他们找到了人生的价值跟意义。他们为了耶稣，为了神的福音，他们就说愿意放弃温暖的家庭生活，就说从爬山涉水到缅甸、到泰国、到那些很落后的山区。为什么？他们就是认识的神，他们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，让别人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同样去认识这个上帝。所以真的每个人去就说去唱这个圣经很重要。我们每个人低头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每个人低头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耶稣，我们谢谢你把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朋友带到这里，让我们有机会彼此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可以分享在这里自己的旨意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当你在听的人可以听得明白、听得清楚，在他们的生灵当中可以经历你。主要我们知道在生活在法国巴黎，我们的生活也并不是很容易。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你，我们活着就没有价值、意义。耶稣，我们恳求你让这些听福音的朋友真的可以在这里找到人生的价值、意义。求你把这个恩典跟福分也赐给他们，让他们在生命当中认识你、经历你，让他们真的被你改变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。我把这些听福音的朋友们完全交在你的手中，让他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可以有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就是说来认识你、明白你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让他们可以遇见好的人，遇见这些爱你的人，就是可以来帮助他们。我们将这个颂赞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在这里先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祈求。